来北美一定要逛逛这边的菜场，今天大喵带大家来逛的这个市场，是北美最大的公共市场之一，叫 John Talon Market，位于蒙特利尔的小意大利区，它历史很悠久，1933年就开业了，距今有91年的历史。我们看看这个菜场都卖什么。这里我可以找到各种新鲜的农产品，包括当地农民种植的水果和蔬菜。那除了这些呢，市场还卖很多当地人自制的小吃，比如说奶酪、香肠、面包、蛋糕，还有枫糖浆和蜂蜜等特色食品啊。我买了一些番茄，因为看上去实在是太新鲜了，还买了 apple cider，类似于苹果醋，酸酸甜甜的，超级好喝。这好喝吗？还试吃了这个樱桃啊，个大贼甜，太好吃了，忍不住又买了一点。逛了一圈，发现这个市场里面还有卖新鲜采摘的玉米，现煮现卖。阿威口，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吃过最最最最甜的一片玉米了。大家有机会来 Montreal 的话，可以来这边逛逛哦。